跑了一下午了，从中午就没吃饭，上午吃了一点点，手机饿得走不动了，回来吃点大卤。不行，带走。李哥，给他带一份儿，行。你问一下微信。不用问了，给他带回去一份儿就行了，鸡肉大卤吧。嗯。这不这样问一下。他吃鸡肉嘛，鸡肉大卤吧，给他带一份儿，给李哥带一份儿。对你跟他说打包一份，嗯，对，鸡肉，高兴一起吃。对他这儿鸡肉好吃，土鸡，就那个山上那个鸡，啊，我就吃羊肉就行了。啊？我吃羊肉就行了。我老公吃羊肉吃。啊，我吃羊肉，你吃鸡肉嘛？羊肉的什么？羊肉的。大卤拌啊。有的 mutton， 有的 chicken， 啊，有的 chicken， 他那是带给我。嗯，带走一份。咖啡，再帮你买。不接，不喝这个，不喝这个，喝个点凉的嘛。冷的，我肚里面啊，肚里面就要着火了。嗯。芬达还是？可乐，可乐。扬州大陆霸子，哎，他就倒了一杯给。不接。啊？你喝多少呢？可乐我们倒了一杯，鸡肉，人家这儿的上菜，说完就给上，半分钟，你随便你手吃，都是现成的，人家这儿都是现成的，不到饭点，你看这么多吃饭的，我每次这个羊肉肯定吃个好几份，最少吃两三份。酸奶还能喝得下去，这是苦瓜，这是萝卜、豆子、芥菜，这是咖喱土豆。这个咖喱汤我是真的一次没吃过，都是小弟的。这个我不吃，哎，咖喱汤不吃。嗯喏，弄，那你问他吧，油这个油我是吃过吗？酥油。好，书记，这样他给我拿一份肉。对，再拿一碗肉，这两块就塞牙缝，真能够吃。这个油，哎呀，酥油和奶奶山上的一样。对。这个是他们是不是真的假的？我们是真的是很香的，这是纯的。嘿，膻味太重，酥油味。啊？酥油不好吃。人家这个好，这个，人家这个，就是烧鸡。这里有了呀。啊，有我知道，我再要点。啊，包邮了。菜免费加，肉就不免费，烧鸡。这个肉要钱是吧？肉要免费加，你看我把他们吃够了就过来。我最少就吃这么八份，你知道。我已经给你了。你记得我有一次跟李哥我吃了这么七个吗？嗯，在那边吃了七个，一个人。吃这么七碗，哎呀，包邮了，米饭包邮了。等一下这个服务，我不吃了，够了，我米饭吃完了。看看，菜少了上菜，米饭没有了上米饭啊。吃光了，剩点米饭，剩点菜叶，肉是吃光了。这就给磊哥打包了一份。咦，兄弟，打包两个，两个，打包的。大的话是一起啊，然后我知道，一份就四个盒子装的了。哎呀，一份大陆挂四个餐盒装的。咋了，高兴？咋了？一下午没哭啊？四个点咋？有时候哭。他哭来了吗？走了没哭啊？走了咋没哭啊？你们刚走，听着车声音跑着就哭，我给抱上去了。妈妈，哦，妈妈，他是那不能。哎呀，再让你看动画片来，你看动画片头发。我给他放床，他哄他也不睡。书记，把伞拿上吧，明天给他吧。别哦，外面下雨了。
这两个，看看这两个凳子漂亮。完了，把我家里面那两个，让它换回来。是吧？没事，我让雨淋一下行了。我那个铁凳就拿这个皮子包出来。就是烧鸡要吃日本菜的一个。高兴，小高兴，吃饭，喂，吃饭。这个什么什么？什么什么？它这个是什么呢？爸爸，你吃吧。呵呵呵呵，菇菜呀。爸爸。我看你的是啥？李哥跟你的一样呀。都怎么上？哦，我们的一样。嗯、哦。吃了，高兴吃不吃？高兴，虾，先吃吧，饿了，快点吃。把高兴弄过来，为了自己，为了自己做茶具，看看，都买的中国货，什么开槽的、凿子、薄平的，这两个茶几要做不好，就真的让人笑呀。对，拿他两个名片上。这是他的，这是他哥的。哦，对他好，比他哥强多了。哦、他哥过来那个理解能力闹不懂，咱们手语看不懂，他能看懂手语。好了，买回去有时间了，我就自己搞这个茶具。不买工具，让别人弄，工具也贴了，还不自己弄，把工具都自己赚了。没事，现在看看有没有青花绣牌，搞一个。先看好了，打扫完，把家里面打扫干净了再闹。这以后再说。哎呀，好像没发现。嗯。现在这个跑步机，不行，我焊一个。乒乓球牌子肯定是有。不，李哥，我焊一个，安个发电机、减速机。不用，你就是轴承，就是给汽车测速那个手机，人跑他就跑。上面带个皮带，哎，没有那个牌子吧？牌子肯定有，它不展示。你问问人家，那看那牌子干多的，搜个图看一下。嗯、没有乒乓球的，只有锻炼身体的。把它吊个吊带算了。反正那是。让李哥先上楼去吧、啊。上午买了三杆料，这下午了还没给送过来，怕人不？过去找下去，啥意思了？这是钱给了不给送了？